12月14日，男演员郑恺和印度女星 Zaira Wasim 等人出席澳门国际影展的明日之星记者会。郑恺表示，希望多出席国际影展，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自己。我希望，带着影这个电影来，然后不光是大家喜欢这个电影，也希望让大家多多认识我，让世界上的全球的这些观众啊，或者是圈内人，对吧，有一个了解啊，所以就来了。谈到第二次跟张艺谋导演合作，郑恺表示，张导是自己非常敬佩的前辈，并透露早前有亲自拜访及恭喜对方夺最佳导演奖。我有去他的那个工作室啊，给他探班啊，然后去祝贺他，然后我们也聊了很久的天啊，也就是其实就像一个父亲一样的角色了哈，大家在一起喝点茶聊点天啊，吃点简单的东西，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棒。最近被拍到跟王小晨去逛街水疗，令外界质疑两人新生恋情。今天他就对此事澄清，指没有这回事，更直言喜欢漂亮的女生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新闻是哪来的。对对，我们同学同班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。对，可是会不会想找一个伴儿呢？想找个，想当然，对啊，有合适的请给我介绍一下。你喜欢怎么样的？我喜欢漂亮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